1917年, Zhang Xianzhong 率领余党 入寇四川, 所经之处, 大肆杀戮, 奸淫掳掠, 无所不为, 因此, 哀鸿遍野, 民不聊生。 石碑，我要留给千秋万世的，叫他们知道我张献忠给他们的教训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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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从我们出兵以来，战无不胜，怕不胜。是啊，可是恐怕百姓们不会支持我。大王的忧虑，云冲也早已想到。虽然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，不过什么？属下的意思，在决战之前。 应该先把这次所得的财宝收藏起来。嗯，不错。财宝就是军饷，非常重要。哎，所以大王要早点安排。好，财宝就由你跟张宏押运到眉山，即日启程。遵命。<笑>有你们两个人押运，我就放心了。何况。 你的武功高强，绝无敌手。堂弟，一路上你要好好的协助云总。大王请放心，张宏一定遵命行事。
云大哥的安排真是干净利落，佩服佩服，这算得了什么？亏得张献忠对我还不放心，派个张宏来送死。云大哥，你真肯把这些财宝献给清廷吗？财宝乃身外之物，清廷既然这样看得起我，给我高官厚禄。 献上这批财宝，正可以表示我的诚意。对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将来云大哥就是大清廷的开国元勋呐！我金科刚能邀得大哥，也算是大功一件呐！请。哦，我入川以来，风闻江湖上已经有人知道你这次秘密押运一批价值连城的财宝。 这次我们出川北上，恐怕免不了麻烦了。哦，大哥，不如我带几个弟兄先走，一路上有看不顺眼的人，我就先把他们干掉。我倒要看看，江湖上有什么人敢向我打主意。 请恕弟子无礼。清平，你真不愧是将门之女，更没有辜负我们川中三老对你一片的苦心。 让你改投在蜀山大侠的门下。师父过奖了。清平，当初我们三老虽然把武艺传授给你，可是我们都知道不配做你的师父，误了你的才华。三位师父的教导，弟子感恩不尽。好啦好啦，我们蜀山大侠的绝招你都学成了，就凭你最后一招，我们三位老朽。 都拜在你的剑下，这叫做青出于蓝更胜于蓝。三位师父来教导我的武功，原来是开玩笑的。哎，这倒不是，我们来却别有用意。哦，清平，当年你父亲把守川西，被人暗杀。
你还记得你的杀父仇人是谁吗？记得，就是那个绿林大盗，后来投效张献忠的云冲。不错，如今云冲更背叛了杀人魔王张献忠，投靠了清廷。可耻的奴才！哼，他不但投靠了清廷，他还要把张献忠在民间抢来的财宝献给清廷。 以作近身之见，他将来更会为虎作伥。所以，我们决定要把云冲除掉，而且还要把他献给清廷的财宝夺过来，散给百姓。不过，他的武功确实高强，在武林中难逢敌手。何况，我们三人都已经垂垂老矣。 三位师父，弟子虽然也明知道不是云冲的对手，可是为了国仇家恨，我宁愿一死，也要把这个卖国贼杀掉。我们已经查到，云冲这次出川北上，途中必定经过风林渡。 风林渡，嗯，你一赶到那儿就可以把他截住。可是，云冲他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诡计多端，你要万分小心才好。不劳师父吩咐，弟子会见机行事。好，明天一早你就动身，我们还要去查探云冲的行踪，到时候再跟你联络。是，师父。 二斤茅台，一盘酱牛肉。哎，二斤茅台，一盘酱牛肉。来来来，二位请这边来。老爷子，您请高声一点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好，哎，请这边坐，来。 老板，老板，来了，快给我来碗担担面。哎，好，我饿慌了。好好，哎，这位客人您要吃点什么？我也来碗面吧。哎，好的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这个桌上要两碗担担面。这么好的生意，快点去招呼客人去。三位大爷，您等一等，我给你们张了个座位啊。混账！哎，老子不愿意等。陈家三，来了，看样子你也闯祸了。 瞪你眼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我们酒菜还没来呢。哎，去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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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谢谢啊。想要银子啊，可没这么容易啊。怎么，是不是想跟我们哥仨打架呀？你们太不讲理了。三位大爷，多包涵多包涵，我们这个伙计啊是新来的。新来的又怎么样啊？他不认识三位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啊。
哎，你真是有眼无珠啊！这三位是陈家大爷，你怎么能够得罪呢？去，快招呼客人去。他妈的，你还瞪着我，老子今天非教训你不可。叫他过来唱段好听的，陪大爷们喝酒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刘姑娘，刘姑娘，那边三位大爷呀，要听你唱曲儿。来，来，来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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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，坐，坐，坐。哎，大爷，这个女娃啊，是刚由外地来的，就住在我们小店楼上。哦，大爷们可是要听唱曲啊！对对对，像你这样漂亮的小妞啊，曲儿也一定唱得好。多谢大爷的夸奖。就给我们来段十八摸吧。真对不起，我就是不会唱这个。我另外唱一段给大爷们听听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什么都好啊。小妞啊，你别走啊，再唱一段嘛。阿牛，唱，少管闲事。哎，小妞啊，你唱不唱？要是不唱啊，就给大爷亲个嘴。老二，你怎么比我还着急啊？哎，你别走啊！哎呦，好小子，你敢打我？打你又怎么样？你这种人早就该打。哎呦！打不打？哎呦！好小子！
还不快滚！好小子，有种子别走，我去找我们师傅去。谢谢大哥仗义相救。不敢当，你呀，你还是谢谢他吧，他是我们家少爷史振南。阿牛啊，别多嘴。谢谢史公子。好。哎呀，真是倒霉呀、啊，倒霉呀、啊！哎，你瞧，把我东西全给打碎了。哎哎，过来收拾收拾。哦。哎呀，老板，哎，这银子够不够赔你店里的损失啊？够了够了，公子你真好。公子啊，我看你还是早一点离开枫林渡吧。为什么？哎，陈家三虎回去啊，一定找他们的师傅苗道吉来报仇。这个老家伙心狠手辣，我看你不用怕，我暂时还不想离开这儿。哦，哎，今儿晚上把他干掉。师傅，你要上哪儿去？探查一个人。哦。白天在楼下，有三个恶霸向我闹事，幸亏给一个年轻人打跑了。你看这个人是哪条道上的？很难说，这个人武功很俊，人又文绉绉的，所以我正想去探探他的身份。是友是敌也好早点做个防备，何况云冲已经到了36铺，一两天内就要经过这儿了。好极了。还有云冲的八兄弟金克刚也住在这间客栈，你要特别小心啊。师父你放心。好，我走了。少爷，少爷，你真的要我回去啊？你跟着我只有累事，明天一早你就动身，回到家以后好好的伺候老爷。少爷，我求求你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许你闹事，你总是不听话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眼看着那个小妞被人家欺负，你又不管，只好我管了。在江湖上行侠仗义本来是我们分内的事。是啊，这次我们到这儿的任务你忘了？那你也不能为了夺宝就什么都不管，你自己还常说呢要行侠仗义。可是史可法将军福宝富旺，军费缺乏，如果我们夺了这批财宝，充作军饷，对于恢复明朝的江山大有帮助。我们怎么可以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情而露了身段？现在你明白
你们是什么人？练的一身武功，可惜了。是哪位老前辈暗中相救？可否请出来一见？少爷，
阿牛，这鸽子哪来的？哎，这不是买来的，也不是偷来的。那么，是店小二放的。店小二。哎，刚才有没有看见那个卖唱的小妞儿？啊？少爷，你不许胡说。你去看看店小二在什么地方，待会儿来告诉我。哦。还没睡呀、啊？我睡不着，随便出来走走。公子既然睡不着，何妨请进来谈谈。太打搅了吧？不必客气，请进来，请坐。请用茶。姑娘不是本地人吧？我来自川西。啊，一个单身女子行走江湖，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啊。为了逃避兵祸，也只好天涯沦落了。姑娘家里的亲人呢？都毁在战火之中了，可怜，国家将亡，强寇横行，百姓怎么能不流离失所呢？啊，白天听你唱的曲子，我觉得你不像是一个平凡的江湖歌女。平凡与不平凡之分吗？因为我也略懂音律，尤其姑娘弹奏的琵琶更是别具风格。这么说，史公子也会弹奏琵琶了？能不能听听公子的雅奏？公子，是不是嫌这琵琶不堪一弹？不不不，在高手面前，我怎么敢献丑呢？少爷。打搅姑娘，实在对不起，告辞了。别客气，只要你喜欢，请随时过来谈。好。
谢的。跟我道谢？嘿嘿嘿，公子，您这说哪的话呢？我们做店小二的伺候客人是应该的。我说的是今天在酒馆，多亏你在暗中帮手，才没让我那个傻兄弟丢了脸。哎呀，别提了，他们打架差点没把我的头给打破了。我看你是真人不露相吧。公子，你看错人了。站住，也许我看错了人，不过这封密函不会错吧。好俊的披风掌，能有这样的好掌力，在史将军营中恐怕只有一位壮士华谷明。你是什么人？你就是史将军的侄少爷？正是在下。想不到你也赶到了，刚才得罪之处还请多多原谅。华壮士太客气了，你负有秘密使命，谨慎行事是应该的。说来惭愧，我差点没误了大事。这封密函要是落在别人手里……哦，华壮士，你发出这封密函想必已经查到云冲的行踪了吧。计算时日，云冲明天就可以到了。哦，这么快？嗯，史将军本来派来20名武士，他们人在哪儿？都埋伏在附近的山里，只等我的消息，就会马上赶来接应。不过，信鸽已经被阿牛射死，传召援军的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如今势在必行，我们也只好见机行事了。喂，两个自命不凡的小伙子，给我出来。苗道吉，你要干什么？哼，我的徒弟叫人家给打了，我做师傅的怎么能袖手旁观、置之不理呢？你徒弟是我伤的，要打我奉陪好了。慢着，想打你们不是我的对手，不过我还不想欺负你们呢。你要怎么样？我倒想跟你们交个朋友。有话痛快的说吧。我看你们绝不是云冲的敌手。别急啊，云冲这件事在江湖上已经不是秘密，老夫早就知道。再说我也是为了财宝而来，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动手呢？哼，虽然都是为了夺宝而来，可是我们的目的不同。哼，别自鸣清高了，什么为国家、为朝廷，我看呢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少废话，要打就动手，不然请便。没那么容易，你既然不肯跟我合作，那么眼看着我发财，可不许从中插手啊。哼哼，不义之财，人人取之无愧。哼，不肯也不行，我让你看看我的手段。你们还不出来？怎么样，看见了没有？站住！你们要敢轻举妄动，我让阿牛马上死在刀下。挟持人质要挟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简直是无耻！不再跟你啰嗦了，老夫的酒瘾犯了，走。
咱们后会有期。王壮士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先想办法去救阿牛，不然的话，也只好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了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老三还不回来？不用你担心，他总会回来的。你们三个都是脓包，不过他比你们两个还强一点。别说我的武功你们学不到，就连我的智谋也没有学到半点。师父，你老人家在江湖上人称智多星，徒弟们怎么能跟您比呢？所以嘛，在江湖上混一定要有勇有谋，才能逞强斗胜。你们看我，只要略施小计，就把那个姓史的小子治的是服服帖帖了。哎，他妈的，我就没想到这一招。我这两下子，你们还得好好的学，尤其是你。啊。哎。他妈的，你还想跑啊？别做梦了。他奶奶的，你打过他一个耳瓜子，还让我丢掉了一只耳朵，我们又让师傅给骂了一顿。现在我要加倍奉还。师父，我去看看是什么鬼把戏。慢着，琴声奇怪，来者不善，你们不是对手，让我去看看。面前卖弄，Thank you.
你们两个脓包真他妈的没有用。人呢？师傅。师傅。还不快起来，人已经跑了，我们赶到前边去，先下手为强，快。沙帮邱老七在江湖上你总听见过吧？黑沙帮，哼，乌合之众，乌合之众，哼，好大的口气。云冲，识相的把财宝留下来。你们想要财宝，财宝乃身外之物，请请啊。大哥，这些找死的家伙全都解决了。哎呀，天快下雨了。前面不远有个破庙，我们到庙里去避避雨吧。哎，哥，我看你还是改道而行吧。金先帝，不是我说你，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，怎么越来越胆小了？哪还有一点江湖好汉的气概？大哥说的不错，这些年来我真没有年轻时候那种冲劲儿。以前我是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我觉得有些事情不由得我不怕。怕什么？以前你我行走江湖，
哪儿遇见过敌手？对，大哥威震天下，一般武林人闻风丧胆，哎，自然没有敌手了。那你还怕什么？可是这些年来江湖上又出了不少年轻高手。哼，后生小辈有什么了不起？那个姓史的倒是不足为惧啊，可是暗中救他的那个人确实有点神秘莫测啊。大哥，俗语说得好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呢。咱们这次一路北上，只求平安无事就好了。依你说，我们为了这个就改道而行？山路虽然难行，也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呢。我有生以来从来不怕麻烦，如果为了几个后生晚辈不走枫林渡，岂不为江湖上的人耻笑？大哥，不必多说了，我倒要给点颜色他们看看。你走错方向了吧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不该到这儿来，你应该去找姓史的，报这个萧耳之仇。啊！他妈的！哎呦！哎呀！都给我滚回来！得罪了阁下，老夫苗道吉给你赔礼。不敢不敢，阁下如不嫌弃，一块喝几杯怎么样？那好极了，老夫正犯酒瘾，那么就讨扰你一杯了。拿酒来。是。佩服佩服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阁下也非弱者，
这叫做不打不相识。金贤弟，哎，你也该交个新朋友。苗老前辈，哎，凭你的身手，也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英雄啊。可惜，老兄的意思是，现在清廷正在用人的时候，苗老前辈为什么不和我们共进退呢？如果你肯答应的话，那高官厚禄垂手可得呀。老夫何德何能，既蒙二位瞧得起，我一定遵命。老前辈真爽快，来，干了！哎哎，干！白干要热的，哎，好，半斤白干，来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再给烫两壶酒。老板，哎，结结账哈。石公子，太多了啊，剩下的存在柜上。哎，这，谢谢，谢谢了。别客气，收下吧。小二来，哎，那位史公子给了这么多银子，哦，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你要好好伺候着，他要吃什么喝什么，你尽量给他就是了啊。哦，哎，慢回身来。那么多银子，嗯，做生意不能叫人家损失。云冲一到，这就遭殃了。跟老子硬是要的。您吃点什么？好酒好菜啊！哎，白干半斤呢、啊，再来点酱牛肉，两份热肠。老板，哎，什么时候有船渡江？哦，大约要等两个时辰。您吃了饭歇一会儿就差不多了。
哎，小妞。来，给我唱一段，解解闷儿。大爷，你想听什么曲儿啊？那一剑，我是手下留情。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好惹的。云冲，你这个卖身投靠的奴才！一男一女打起来了，师傅，云冲给人缠住了，咱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把这个给他劫了。劫了又怎么样？我们可以远走高飞，享福了。对，云冲根本看不起咱们，咱们何必跟着他呢？现在坐在这儿，隔山观虎斗，不是更好吗？可是满车的财宝，咱们还是没得到手啊。等他们打得两败俱伤，自然垂手可得呀。嗯，不对，如果云冲不死呢？你懂什么？这叫两权相衡，取其轻。如果我们现在劫走了，他们双方一定霸占来追我们，是不是？到了那个时候，他们都变成我们的敌人，我们怎么抵挡？再说大战之后必有伤亡，我们攻他个措手不及，岂不容易得多？袁道吉，我看你是在打如意算盘呢。慢着，你们看着车，让我来对付他。
开个小小的玩笑，嘿嘿！你混蛋，你用金蝉脱壳在山神庙把财宝交给姓金的，你当我不知道？哼，你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我是此地的地头蛇，姓金的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去。 姓苗的，有种的你就别跑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老夫懒得理你。
冲，你陪小妞练剑吧，我不奉陪了。等我解决了苗道吉之后，再来找你算账。跑累了吧？喝口酒吧，快下来。慢着，云冲，你的财宝要落在别人手上了，老缠着我干什么？哎呀，苗道吉，我暂且饶了你。三个老家伙，自不量力，我要你们力。
别说是你们两个。也不是对手。现在史可法将军兴兵复国，正在用人的时候，你们也该早点动身了。弟子拜别师父。起来。好，你们走吧。